想看生活快乐正能量，这里是每天带给你快乐和正能量的全家脱口秀，我是杨韵，欢迎各位。前一阵子我们节目组的导演小唐一直没来上班，他病了，请了病假。得了什么病呢？很严重啊，扁桃体发炎了。哦，真的，你不要小看扁桃体发炎啊，据说当时他的两个扁桃体肿得跟活柱子差不多大。我的个乖乖，能这么大？今天上午我在办公室，我就看见小唐，我就问他了，我说怎么样，病还好些了吗？小唐张了个嘴，这说话已经说不清楚了，意思就是我好多了，现在已经消炎了。我说哎，消炎了就说话还不利索，怎么回事啊？我说是不是扁桃体的炎症还没消下去啊？对吧，那扁桃体炎症消下去那跟下巴也没关系啊，你为什么说话比人家啊？后来小唐用他那张合不拢的嘴跟我讲述了一个多小时，我终于明白了，原来小唐那天到了医院刚坐下张开嘴巴，医生就用这么大的一个夹子把他的嘴给蹭起来了，砰就蹭起来。蹭完之后，那个医生看到小唐的扁桃体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吩咐他的助手快快快把所有的医生都喊过来，太难得了，肿成这么大的扁桃体我从医20多年我都没见过呀。然后这个医院里面所有的医生都来了，是吧，小唐欲哭无泪的就被这个夹子蹭着他嘴巴就坐了几个小时，知道吧。当医生把那个夹子取下来的时候，夹子是取下来了，但小唐的嘴巴已经合不拢了。你看碰到这样敬业的医生也是让我们哭笑不得啊，太过敬业了。虽然我们都不想生病不想去医院，但是我们生活和医院那是息息相关，永远分不开的。今天跟大家讲一讲去医院看病的那些事儿。我的同事小李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南京小潘西啊，大学呢是在北方上的。第一年冬天，小李总觉得到了北方然后身上不是很舒服，浑身的发痒，仔细照镜子吧也没什么包啊疙瘩也没有，但是心里都一直不踏实，他很害怕呀，就跑去看医生了。医生当时看完之后就很淡定啊，听小李说完了症状之后也没有做什么检查，就直接问他，这个请问你多久洗一次澡啊？小李说我一天洗一次。你怎么洗澡洗这么勤快干嘛呢？你哪人呢？哦，南京人呢。哦，南方人呢。哎，你知不知道现在都南水北调了，北方缺水你知道吗？你还好意思一天洗一回澡，你环不环保啊？以后别洗这么勤知道吗？一个星期洗一次得了，你要受得了半月洗一次也行。小李当时就莫名其妙，不是大夫，我洗澡的事我们先不说，我身上痒是怎么回事啊？不是，我说跟这句有关你知道吗？就是你洗澡太勤了，不是身上的油脂都洗光了，北方冬天干燥，你作为南方人你身上皮肤不痒才怪呢。好，行，走吧，然后就把小李打发走了。回到寝室，小李就翻开病历勉强辨认出了这个医生的字迹，上面写了几个字，皮肤瘙痒，建议病人少洗澡就没有了。说到看病，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位网友的经历。他呀是没病装病啊。上大学的时候，为了逃课我会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有一次我来到了校医务室，医生，我感觉头好疼，烧得厉害。医生连忙给我拿出了一支温度计让我测量体温。小伙子你在这边凉着，我还有事儿，一会儿就过来。趁着医生不注意的时候，我偷偷地把温度计放到了热水杯里面泡了一会儿。这样温度一定会变高的。小伙子，我来看看你到底有多少度。53度。哎呀，你这样一定要挂水的呀。医生其实不用的了，我不用挂水，你给我开张假条让我吃点药休息休息就好了。
这可不行，温度那么高，必须挂水。哎，其实不用了。挂水？啊，不要啊。挂水？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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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水？我不要嘛，我不要，我不要挂水，我不要挂水。哦，看来这个小伙子烧得非常的严重啊！住手！在，把他架到里面，我们要给他挂十瓶水。啊！不要啊！我真的不要挂水啊！好的，我们感谢这位网友嘻嘻哈哈分享你的经历，投稿至全家脱口秀的微信官方账号，你的糗事将会被我们拍成短片，你还可以拿到奖金。说到看病，上大学的时候，新生入学，有人会去那个校医院体检，有吧？会去啊。当时我上学的时候呢，就跟同寝室的几个人就一起去体检了。几个人检查下来啊，身体都特别的健康。轮到我们班同学大壮的时候呢，医生检查的是格外的仔细，这边给他按按，那边给他敲敲，对吧？然后医生站起来，一本正经的跟大壮说：“同学啊，我非常遗憾地告诉你，你的腹部有一个硬块，我们建议你先去做个 B 超。”哦，大壮一听就吓了个半死哦，就带着哭腔哦，说完了，我的大学生涯还没有开始，我的人生就要结束了，我还没有为社会做什么贡献，我就离开我热爱的世界了，这辈子我还没有看到我瘦是什么样子啊，天哪，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真的，1.9米，240多斤，一大胖子，愣哭的是梨花带雨啊。当时我们几个东拼西凑，凑了80块钱，就送大壮去检查，做 B 超。B 超做完之后，我们几个都非常的关切，问医生，我们的同学怎么样了？结果医生说了一句，他有很严重的便秘。为什么肚子有硬块啊？没有排泄干净嘛，所以好几天没上厕所了。说到做 B 超，你们做过 B 超吗？没有做过啊。我做过。哎呀，这有什么光荣的，真是。我看就去年然后去体检的时候的一件事啊。当时呢有好几个单位都在体检，那做 B 超的地方呢排了好多好多的人啊。 B 超做过的都知道，医生首先要在你的肚子上面涂上一点点那种黏黏滑滑的膏状的那种剂啊，叫什么耦合剂啊，好像叫什么东西的啊，然后涂在这边，然后就拿一个那个透视的，然后就在你肚上面就照，是不是？做完之后医生一般都会给你几张纸让你擦干净。那排在我前排的这个哥们呢，可能是第一次做 B 超，比较紧张，他说万一要查出什么不好的来，他就很紧张，神经紧张啊。然后当时医生也是给他做完了以后，就递给他两张纸，那擦擦。当时他就愣住了，哦，擦擦擦擦。接过这个纸之后，他就给医生的额头上面擦汗了。医生，你干嘛擦？我不是要你擦我哎，我擦我自己擦，我要你擦干嘛擦？叫你自己擦擦。哦，然后他就开始擦自己躺过的床了，擦床了。他完全没想到要给自己把那个黏黏的东西擦掉，太紧张了，是吧？当时，全 B 超室的人全部都笑疯了啊！只有那哥们一个人莫名其妙，这么大漏应该擦哪边啊？是不是？咱们再来说一说刚刚我提到的那个大学同学大壮。大壮呢特别爱打篮球，一年到头都穿一双篮球鞋，最关键的是他一年到头只穿一双鞋，还不洗。久而久之，他就养成了不是一般臭的一副臭脚丫子。哦，他那个脚臭，我跟你讲，一般人根本忍受不了。鞋一脱，跟你讲，30公里，蚊子全部往下掉，苍蝇、蚊子、蝴蝶全部往下掉啊。但有一次，大壮打球的时候，一不小心呢，把脚给崴了。啊，他那个分量，我们好几个人抬着，跟抬一头大象似的，把他抬到医院去了。给他看病的呢，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大夫，很慈祥。大壮一进屋，医生就说：“来，把鞋脱掉，我要检查检查。”哎呦，当时我们一听说要给大壮脱鞋，我们所有人啪的一下全都没影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分量，知道吧？过了几分钟，就听里面有人喊：“快去拿担架，有人要抢救。”我们心想说：“大壮不就崴了个脚吗？至于要抢救吗？”
谁知道担架抬出来的不是大壮，是那个医生。说到医生，我的表姐就是一位白衣天使，是一位医生。平时总跟我会聊一些他遇到的好玩的病人。有一次，有一哥们儿啊，开门就朝我表姐冲过来，握着他的手就开始说了：“大夫，你帮帮我吧，你一定要帮帮我，我老婆非要跟我离婚，而且要带着我儿子一起走，你说我这日子还怎么过呢？我这个家就没了，大夫，你要帮帮我呀。”我表姐当时就很纳闷说：“你这种问题好像不应该找医生吧，你应该去找居委会，实在不行你找法院，医院不管这个事儿啊。”只见这位大哥把衣服这个领子往下一拉，然后说了一句说：“我就是得找医院呢，大夫你给我开个证明吧，这块红印子确实是我自己挠的，不是别人吻的啊！你帮我开个证明好不好？”你说医生有时候也不容易啊，除了给你看病还得解决家庭矛盾，是不是？还有的病人更奇怪，就没病他还要求打针，什么情况？我们来看一看。我是一名医生，平时在急诊室上班。有一天我在急诊室里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女孩：“医生，你快救救我吧，快给我打一针抗过敏的针。”抗过敏，我来看看。还好啊，也没问题啊。臭死了。姑娘，我看过了，你身上完全没有过敏的症状，为什么让我帮你打针呢？医生，是这样的，我每次吃小龙虾的时候就会全身过敏，今天晚上我要吃小龙虾，所以你就帮我打一针抗过敏的针，让我去吃小龙虾吗？求求你了，医生，求求你了，我要吃小龙虾，我要吃小龙虾，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好的，我们感谢这位网友名叫牛肉包仔饭分享你的经历，投稿至全家脱口秀的微信官方账号，你的糗事将会被我们拍成短片，你还可以拿到奖金。说到看病，我们单位有一个同事叫小何，前段时间因为胆囊炎住院了，结果假一请哦，居然请了整整3个多月。我表姐学医的嘛，对不对？然后我就跟她打听了，我表姐说一般胆囊炎不做手术的话1个月就复原了，是不是？这小何为什么这么久3个多月不来上班？我前几天就给小何打电话了，我说：“喂，小何啊，你怎么还在医院呢？你到底是都得什么病啊？你是不是胆囊炎啊？”然后小何就跟我说：“哎，云哥，你不知道胆囊炎这个小病早就治好了，我现在得的是大病啊，关系到我今后几十年的人生啊。”哎呦，我一听我就吓傻了，还得了，小何这孩子挺好的，对不对？到南京来工作没几年，你说得这么大的病，这一辈子就完了，知道吧？我放下电话，我组织几个好朋友好同事，我就到医院去看小何了。一看小何躺在病床上啊，眼睛也不睁，感觉像昏迷一样啊，挂着水，膀子上挂着水，滴得还挺快的。我当时就问护士，我说：“护士，小何这挂的是什么药？”护士当时就白了我一眼：“什么药啊？葡萄糖。”哎，啊，葡萄糖怎么可能呢？我赶紧把小何叫醒。小何，你醒。哎，云哥你来了，怎么的？不是，你不是生大病了吗？为什么挂药挂的就葡萄糖呢？爹，云哥讲得了，我胆囊炎治好了，但是我看上这边一个小护士，哎呀，我看了以后，然后我想跟他多见面，那我就得住院，那我住院我还得挂水，那其他水不能挂吗？那我只能挂葡萄糖哎。没事，他给我出针的时候一搓，一疼疼的就还洗完，再搓一次嘞，再搓一次嘞。哦，搞了半天他得的病是什么病啊？这个世界上最难治的病是什么病？相思病。但最后，因为小何的锲而不舍，这姑娘啊，居然同意跟他约会，现在都搞成对象了。我们祝福小何啊！啊，说了这么多医院的事儿啊，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少去医院，身体呢都要健健康康的。千万不要走开，一会儿请大家欣赏爆笑情景喜剧《老梁热心肠》。全家脱口秀10月爆笑强袭，10月30日起，全家脱口秀播出时间从原周一至周五改为周日至周四，周末也有我们的陪伴，是不是感觉很幸福啊？
们现在开会呢，干啥呢？啥态度啊？这是。行行，爸，咱你公司那点芝麻绿豆的小事还开什么会啊？我们本身就不感兴趣。我都开了一天车了，我这靠会儿眯瞪会儿，你说你真是就抄着。爸，要不然我们进去到这边麻烦。那不行，那今天我们讨论的都是给邻居们解决问题的具体案例，那都是活生生的成功的智慧，你们必须得好好学习，知道吧？不好学习，我可学了。哎呀，谁呀？这开会。梁大爷，救命啊！哎呀，梁大爷。你可得救救我，姐妹，我跟你说，可得救我。有事儿还得找老梁，是吧？小周啊，别急，有啥事儿慢慢说啊。老梁不是，先喝口水啊。哎我，哎放心，没有老梁搞不定了啊。你看我现在就在跟他们分享我成功的案例，你坐吧。行，不说案例。哎呀，你坐来。哎呀，我们家咋了你啊？有老鼠啊？啊，老鼠啊！我说小周啊，现在都啥年代了，你家咋还会有老鼠？是啊，老鼠，你生活作风有问题啊。啊，谁？不是那个生活习惯有问题啊。不是，你看我们家生活是吧，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完全没有老鼠的安身之处，是吧？哦，那大爷，那不，哎，先不说这些，那我现在怎么办呢？我咋办呢？像我们家，哎呀，好好的打扫一遍，把没有吃完的东西归置归置，这样的老鼠呢没有下口的机会，慢慢的它就缴械投降。就是，原来这么简单呢啊！赶紧，现在我就回家打扫去吧。先走吧，大爷，听我爸的，没问题。来，老鼠呢？老鼠，老鼠，老鼠哪儿啊？哎，我这边来，哪儿？你什么？你呀？是啊，哥。哎呦，我跟你说，你说你不知道怎么灭鼠，你就别瞎指挥。我咋不知道怎么灭鼠啊？我说你哪知道？你还跟我说，还说我回家打扫卫生，打扫干干净净。你说我打扫干干净净，亮亮胖胖，那老鼠大摇大摆就在我们家走来走去。不是，哎呦，我跟你说，你这根本就不管用，你还骗我说什么？我说我找别人去，你这根本就不就什么什么帮忙公司，真的。小周，你不是，但我家怎么会有老鼠呢？不是，这有的呢，你说怎么办呢，爸？还咋办？灭鼠呗，不然的话，我的招牌让老鼠都砸了。哎，媳妇儿，干什么呢？这是？哎呀，我在找床上有没有老鼠。嗨，行了，你别操这心了啊！我告诉你，没有了。啊，我这都上上下下翻过好多遍了，这还能有老鼠吗？这个？假的，哎，嗯，媳妇儿，那天你不是让耗子给吓坏了吗？嗯，我决定好好补偿一下你。怎么补偿？怎么补偿？你还记得？哎，嗯，上回你看上一款包，嗯，那款包我给你定了。真的假的？好哎，那你决定怎么奖励我呢？这个呢，我就……哎，我跟你说，我说一下啊，我……哎呀，不是，爸，这我们这卧室你怎么说进来就进来呢？最近我眼神也不好，你们在哪儿呢？嗨，你说，行，好教育啊！你坐着吧，外人。好事儿，我这不是兴奋的，给忘了吗？什么好事啊？我找着灭鼠的好办法了！真的？那当然了。我问你们啊，老鼠的天敌是啥？猫啊，招啊！啊，今儿我把这个灭鼠大将请咱家了，不出三天，老鼠肯定消灭光。哇，不是，这在哪儿呢？这样，来，这回可见着亲爹了。来，啊，哎，出来，哎，就指望你喽。哎，不是，哎，爸啊，就这猫长得比猪还胖。他能逮老鼠吗？你们懂啥呀？这是进口种，是不是？不出三天，我们家肯定是猫到鼠除啊！哎呦，就指望你了啊！好，赶紧吃吧啊！吃上班啊，现在，嗯，哎，妈，嗯，这都哪儿买的馒头？这么奇葩？楼下买的呀。馒头怎么光有瓤没有皮儿呢？这人怎么可能的？你看跟他们那几个不一样，你看，啊，不会，怎么回事？不会给老鼠咬了吧？啊！哎，爸，你说这都多少天了，没瞧见他抓老鼠，光瞧见他天天在咱们家吃饭。哎，爸爸，我跟你讲，我就看他白天天天在我们家睡觉，
你孙子这么忙，是不是年纪大了？什么年纪大了？年纪大了有这么好的胃口啊？啊！我现在一天给他做八顿哦。哦，八顿还没吃饱。我怀疑我的本职工作到底是为人服务还是为猫服务？哎呀，庸俗啊！我跟你们说，这个猫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出手的机会啊！一旦出手，石破天惊，保证有效果。你就吹吧爸，这哪儿那么邪乎啊？猫的效果那是肯定有。那今天呢，为了让这个灭鼠的速度稍微加快一点，所以呢，我打算加上这个灭鼠药一块儿使，这叫双管齐下。哎呦，来来来，我看看。嗯，灭鼠灵，行了吧？那还用说，你爸的智慧那杠杠。呀，这猫咋过来了呢？哎，吃啥玩意儿呢？那是？哎呀，他把灭鼠灵吃了。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吐出来，吐出来！上医院的，上医院的！快快快快快！哎，怎么样啊？猫抢救回来没啊？啊？怎么抢救啊？满满一号一包的耗子药啊，全让那猫给吃了，谁都受不了啊！那你说我们家的灭鼠利器就这么走毁灭了？哎呦，我们家叔叔糖要变成俗了，想要把它收藏了。行了行了行行，那个灭鼠的道路上遇到这么一点点的挫折，你们就害怕了，放弃了啊？那我们要群策群力，一起开动脑筋，想想有什么灭鼠的高招。对了，啊，老头子，我听说有一个办法，那说来叫做老鼠自相残杀法。老鼠还有这办法啊？哎，我跟你讲怎么弄啊？啊，就是我先抓一只公老鼠，特别大的那种，然后呢，把一个黄豆塞在屁股里头，再把屁股缝起来，哎呦，养家人，然后呢，再把它放回去。不是这样有用吗？有啥呀？就塞个黄豆就灭鼠了呢？你听我讲哎，你想，就是把你屁股缝起来，你难受吧？你是我亲妈妈。哎，对对，哎，打个比方哎，老鼠也是一样的，它一难受，它就发脾气，脾气不好就到处咬，到处跑，到处咬，管它是什么猫啊、老鼠啊、什么桌子啊、人啊，它到处咬，咬完以后最后也是生气，然后迸发而死，然后就全死了。啊，这个办法呢，稍微有一点小小的问题。就是老鼠抓回来之后，负责给屁股缝针这事儿谁干的？反正我针脚不行，要不你干？我哪会缝这的？我肯定也不行。那他干？哦，不可能。你，这就是难度实在太大了，这不好。那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你这样吧，啊，我跟你说，我倒是想起一主意了。啊，那老鼠，你赶快想来。一个是启发我了啊，我也想从一只耗子入手。嗯、你想想。假如一只耗子它要是得了病，嗯，它会传染给另外一只耗子，嗯，另外一只再传染给另外一只，嗯，一只一只传一只，一只一只传一只，哟，哎，这要是说一窝耗子全生病了，你甭说咱们家耗子，一楼筒子一个小区乃至咱们这个居委会一片耗子全得得病死喽。有道理，这方法不错呀。啊、但是关键问题，我们怎么让这老鼠生病呢？这好办呢，我都想好了。啊，我有一同学，在医院当护士长。哦，我找他弄个什么病毒啊，什么鼠瘟呐、啊，反正就这种病，哎，拿出来之后给耗子一传，这不就行了吗？好办法啊！要不说人多好办事呢。哎，你啥时候认识的医院护士长呢？什么啥时候认识？早了早的事儿。原来初中同学谁呀、啊？跟我一块上高中，小黄。哦，我知道，就是老是到我们家来，讲话羞羞答答的，说长大以后要当你老婆那个。哎呦，那巧的，这事情我怎么晓得的？这个是老早的事儿了，你这老老是买老老是买，没必要提，没必要提，没必要提了。老公，你怎么还这一段啊？怎么能不提呢？那你这现在是不是还跟他有联系啊？我怎么可能跟着你看这么紧，我还跟他联系呢？那你怎么知道人家现在在当护士长的呢？这不是上回那个同学会时候聊起来了吗？就聊到这么一句。同学会你还在跟人家见面啊？不是，这不是那会儿大伙儿一块儿见的面。大伙儿聊的这块儿，我今天说清楚。二大不是，哎，不是，哎，你看，来。哎呦，你就点这点蔬菜啊，弄点荤菜吃。
二老，你们单位不是这两天不是发奖金的吗？我都晓得，二老。哎呀，老徐，混点吃的。老徐，哎，老徐，哎呦，老梁，坐、啊。哎，什么凤把你给催来了？真的了。哎，你们家不是有个陈大叔吗？你怎么跑到请他妈的小饭店里面来点菜了？哎呀，哎呀，来坐。要说我家那口子做饭呢，比你这好吃多了啊。那当然了啊啊，什么东西？这绝对不是人吃的。对。老秦啊。今儿有件事是来向你请教请教。哦，你还是要听八卦二的。那个刘嫂呢，我跟你讲，那个小王他那个车子是贷款买的。我知道那个车子贷款车子嘛，跟人家老婆吵的。我知道这些事儿我都不关心啊，我今儿不是要听八卦新闻。哦，我今天确实有事儿啊，向你请教。你讲。你们家饭店没有老鼠吧？你这话讲的真是呢，干嘛砸？来砸场子吧！我告诉你讲，你别看我们家这是个小饭店啊，我们做事情是要有良心的。要是饭店里面有老鼠，那我请他妈出门遭雷劈。我不是说你这儿有老鼠，我是呢想请教一个问题啊。你讲，就是我们家最近出现老鼠，哎呀，想那招啊，这都想遍了，就是没办法把那老鼠给灭了。这点老鼠啊，很简单，啥？一个字，哦。哦，哎，是啥办法啊？哦，这个你还不懂吗？二老，哎，你别看我们俩这是个饭店，二老，只要没有生意，或者是一打烊了，我就会把所有吃的呀、喝的呀，甚至于客人吃剩下来的呀，还有这些油盐酱醋啊，全部带走。我跟你讲，老厨子一点口粮都没有，怎么办呢？活生生的把那个锅跑的嘞！哎呀，就这么简单呐？那当然，哎呀，我都没想到呢。行了。那你忙着啊，我赶快回家实行我的饥饿老鼠灭鼠计划啊！行，慢走啊！好，你忙着啊！哎，好。哎呦，这都几点了？哎，妈怎么还不做饭？哎，就是啊，我都饿死了，你赶快问问看妈还啊？妈，干什么呀？不是，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不做饭？一家老小等着你呢。就是，做饭。我告诉你们，从今天开始不做饭。不做饭？那我自己找吃。哎，你给我也拿一点啊。哦。哎呀，为什么感觉什么吃的呢？啊，吃东西呢？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从今天起我们全家一起跟老鼠抗争到底。对，坚决不开火不吃饭。对，要把老鼠活活的饿死在咱家。Yes。 哎呦，我说爸，你越活越有出息了。你跟老鼠拼命啊，你哪有他扛饿呀你啊？这不是等于被养自杀吗？这个先不要说泄气的话，人的潜力是无穷的。哎呀，要相信自己。对啊，我回去静躺，好好保持体力。老梁啊，我扶你。哎，不是爸妈，你这大哥，啊，饿。媳妇儿啊，我不瞒你说啊，我也饿。我跟你说，先说，别说是吃的了，真但凡地上有只老鼠，我能把它抓起来吃了。哎呀，饿死我了。饿不饿心啊？哎，你说的我都吐了。不过这样一来好像也不是太饿了。你说这都多少天了，咱们是一粒米没吃，一点东西没进，我一点劲儿都没了。我跟你说，哎，老公啊，你说爸不会饿死了吧？不是，这你怎么说话呢？什么意思？哎，不是，昨天晚上我好像还听到了个外面有一点点动静，他今天怎么好像一点动静都没得了？哎呀，你说爸是我得混到床上了呢？你别说啊，我还真觉着是这样，要不然我看看去。快去！哎呀，那个，哎，我跟你说，哎呦，哎呀，太好了，你又说出来了，太好了！哎呀，你们在哪儿呢？不是，哎呦，你太好了，你们在哪儿啊？爸，你儿子已经饿得没时间动了都。哦，我跟你说，咋的？你怎么那么精神呢？那当然精神了。我跟你说，刚才我看见啥了？我看见咱家那老鼠嘛，排着队往外边溜达呀，全跑光了。啊，真的？这么说他们家耗子移民了？哎，怎么死？我再也可以吃东西了？可以，绝对可以吃。今天好好的大吃一顿，庆祝一下。哎呀，
我们媳妇儿，我跟你说，我现在吃不吃都不讲，不打紧，我都兴奋的想哭啊！不用哭，那你们歇着，我出去给你们买菜去啊！哎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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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怎么了？哎呀！有请主持人杨玉。杨玉大擂台，就怕你不来。耶、yeah ！好的，欢迎各位收看《全家脱口秀》全新的游戏环节《杨玉大擂台》。是由小弟杨玉和我身边的 MUN 组合倾力为您打造的。来来，我们先让 MUN 还是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来，姑娘们，那那我们是 MUN。好，现在 MUN 呢、哦、越来越进入状态了，越来越有明星相了。我们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很多观众都发来留言呢、啊，都是发给你们的。我已经被打入冷宫了。哎，他们都是说，哎，说那个那个是谁谁，我好喜欢。哎，那个那个谁谁，我好喜欢。哎，今天跟你们聊一个话题。就是你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演艺圈了哦，你觉得，嘿，笑什么？真的吗？真的，我不太信哎。真的，演艺圈，演艺圈。首先，我就是演艺，你们就是圈。好了，当然了，今天我们是来玩游戏的。那玩游戏就要有挑战嘉宾，是不是？哎呦，说到这个挑战嘉宾哦，说到主持界，如果有帅哥比我帅那么一丁点的话，没有旁人，只有他了，在我心目当中，真的。谁呀？快吧。很夸张，对不对？真的是我心目当中主持界的男神啊！你们一个个眼，你像黄鼠狼看到鸡似的，你看是什么眼神啊？好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挑战嘉宾。哇哟，帅了！哎呀，帅了，帅了！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个非常开心，我在下面已经跃跃欲试了，因为看到台上有八位美女，其实一下子就忽略了你的存在。一般据说到你这个节目来上来的有一个第一个开场的仪式，就是要跟每一位美女都有一个深情的拥抱。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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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现在开始。没有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你少来。好，那就只能跟杨韵拥抱吗？哎，对，只能跟我拥抱。来来，那你来吧。好了啊，这个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我们江苏综艺频道非常著名的主持人陆之瑞。陆之瑞，江苏综艺频道著名主持人，主持过《非常周末》《别对我说谎》等知名大牌综艺节目。堪称内陆综艺小天王，游戏指数4.5，小鹿哥哥。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来到了杨韵大擂台啊，就怕我不敢来，其实真的不太敢来，因为据说这个擂台上面有很多的高手，尤其是这个美女特工队非常的厉害。对对对，不要看他们一个长相像 Angel， 嗯哼，其实是魔鬼。其实就是魔鬼，魔鬼英文我不会说。好了好了好了，这个我现在已经浑身冒汗了，我们赶快进入到这个游戏环节，好不好？马上你会冒汗更多。来，阿南，阿南。这阿南端上来的盒子，我就觉得肯定很难了。对对，阿南，啊、哦，加油，加油，啊，加油！阿南看到每个人都会犯花痴，对他考我都会看成精神了。哎哎哎哎哎哎，只抽一个，只抽一个，只有一个，只抽一个。哦，要个这个吧，啊，这个，12号，十二号。哎呀，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数字。好，十二号游戏到底玩什么？我们来看看 VCR。好，游戏十二，我是哲边林，所用到的物品有储物筐。特制拖鞋和玩偶，参与者穿上特制拖鞋运送玩偶，运送过程当中双脚不可以触地哦，在1分钟的时间内夺者获胜。恭喜你了，小鹿哥哥，你挑到了这个游戏名字叫做我是卓别林。是的，我一看到这个道具，对呀、啊、这么生猛，我就知道这个游戏肯定很残酷哦。这个游戏还不是一般人能玩得起来，不是外八字真的很难。是的，我不但是外八字，而且是箩筐腿、啊、哎呀，太巧了，简直天生就是为我设计的这个游戏。 O 型腿对呀、啊、对呀、啊、太巧。所以那我也要挑一个这个同样是 O 型腿的女孩子来跟你玩了。谁谁举手，你们都是 O 型腿、啊、全是 O 型腿、啊、注意可以吗？可以啊，我特别愿意跟小鹿哥哥玩这个游戏。为什么？
其实有些很丑，但是因为他在心我心里比杨韵哥哥还要男神。是的，可是这不是个游戏，我是很认真的，拜托。没关系，我会让你赢的好吗？哦，好吧，你一定要帮我赢啊！私底下你们再去聊，好吧？我受不了了，我们这不是非诚勿扰，你们干啥呀？对不对？速配成功了啊！淑仪准备好了啊，造型非常好，淑仪绝对准备好了啊，淑仪准备好了啊，预备，一分钟，计时开始。好，来来，对对对对，把自己想的一个足球，对，把自己想的一个足球，特别想象成一只螃蟹，对，加油加油，回来回来，时间不多了啊，不是，我一想到待会我就要像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放心，你会比他还难看。八七六五四三。哎呀，他已经放弃了。来来来，淑仪，淑仪过来，淑仪站到我跟小鹿哥中间来，看一下他的成绩好吧？他有几个嘛？成绩就好，压力好大，不是很理想。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四个，但是这个不按大小算的对吧？不按大小算，个数算。这个成绩不是很好，但不知道对于你来说会怎么样？我不知道，这对于很难。这个之前有成功的案例吗？没有。我就是一只小白鼠啊。对对对，这个游戏啊，不需要有人在这边耍帅，我就喜欢看平时耍帅的人在这边出丑。哎，我明白了，你懂的。好，宗旨我已经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好，好，好，来，来，来，好。看过帅哥出洋相吗？预备，计时开始。哎，还不错。哎，还可以哦。哎。阳澄湖大闸蟹，赶快起来，时间有限，时间有限啊！这是在干什么？这螃蟹喝醉了，这是醉蟹，这是。八、七、六、五，赶快起来，四、三。二一，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啊，这个不能算啊，来一个，两个，三个，哎呀，我不知道应该恭喜你，还是觉得我要跟你说一声 sorry 啊，小鹿哥哥，你可要小心了。那恭喜你呢，是跟刚刚淑仪打平了，是。那不恭喜你，你还要再玩一次。为什么打平是吗？打平了这样。不，你看错了，你看错了，这个上面我输了，你就输了呗。我肯定输了，我输了，那是，我真的输了。我谢谢你，行，好，第二轮要好好加油啊！来，我们请阿南送上这个抽奖箱。阿南，你千万不要说祝我好运之类的啊！对，我说祝你加油啊！祝你加油！好，来抽一个什么？啥？这次。哦，跟咱的麻将牌啊，能磕出来啊？七号球，七号，那七号这个游戏到目前还没有人，又没有人玩过，有人玩过了啊、哦，真的，七号，哎呀，哎呦，小鹿哥哥，你准备好来，请看，好，游戏七，神偷蝶影，所用到的物品有折子和碟片。将11张碟片放在长条桌上，游戏过程中只能单手碰触碟片，将碟片弹起，而后在空中接住，一分钟的时间内多者获胜。好了，好了，这个游戏叫神偷蝶影。哦哟，厉害，对吧？就是要考验手嘛。好，要去抓嘛。刚刚灵活度，现在动手是。刚刚害脚，现在害手。刚刚脚气，马上就看手气了。好，这个游戏规则都知道了，关键是我要选谁出来跟你来玩呢？你刚刚已经输一局了，我要挑个弱的，好不好？啊，谁玩的比较好？来举手。我不好，我弱。啊，我弱。喂，你们是排好的吧？你们太像演双簧的了。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很弱？这个是不是很弱？对。那就选你吧。好。
那就我就没有那好没有好好，你看这智的眼神，是，从来没玩过，是好，预备，计时开始，不拿手，一人不拿手，不拿手，好，这个总共就这么多碟啊 ，OK， 要掌握成功率 ，OK OK， 两个，好，这个不行了。啊，这个也不行啊！好 ，OK， 好，哦，三张，啊，这个不行，要挑起来，要挑起来，哦，你怎么做到的？哇！他嘿，他给自己加油嘛，嘿！好，这个，好，最后一张，最后一张，哦，嗯，啊，明白，哎，好，四张，亲他也没有用，很厉害啊。四张，成绩不错了。他刚刚亲他的时候，这个碟子是不听话的，但是喊口令，嘿，哎，你可以嘿嘛，好吧？好，来，好，小哥，我必须要跟你讲一下啊，这一局你要再输掉的话，什么都没有，钱也没有，然后爱的舞蹈也没有，只有冷眼旁观送你离开。哦，对啊，我要，我如果这轮输掉的话，就没有第三局了，对吧？没有第三局了。哦，好吧，好，行，我明白了。好，来准备啊，计时。哎呦，厉害了，厉害了，哎呦，哎呦，果然不一样，果然不一样，喊一下果然不一样，哇，干什么，时间快到了，哎呦，厉害了啊。好了，接下来一张都没有了，接下来一张都没有了，啊，来啊，真的，一张都没有了啊！加油！哎呦，看你能成几张，接你的，好漂亮，没有压力了啊！哎，没有用，好，最后一张。太帅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张，所以这一轮小鹿哥哥用优异的成绩六张光碟获得了胜利。耶！哎，舞蹈，哎呦喂！耶！不，我要更正一下啊，运哥，这个是七张哦，是七张，七张掉了一张，是七张啊。我觉得我这个记录应该，可能短时间内不会有人能打得破。是的吗？嗯，好，下次我就觉得，如果是实在不行的话，就喊你过来守关。好的，加入我们，加入我们。好，现在还是对手，不要加入不加入啊，还有1000块钱不知道花落谁家呢，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是最关键的决胜局，是我们一般都要把比赛拖到最后一局，这样才有看点。来来，我们请阿南再送上抽奖箱。好嘞，干什么呢？游泳，你干嘛？咳嗽嗽。这次要摸到几号球呢？哎呦，黑老八，这个哎，这个打中球的一看就知道，哎，黑老八。好，黑老八。八号游戏是什么？来，游戏八。快乐毛毛虫，所用到的物品有垫子、特制头盔和气球。在游戏过程中，参与者坐在垫子上向前慢慢蠕动，期间手不可以触地哦。在绕过指定障碍物之后到达终点，用头盔上的针扎破气球，用时最短者获胜。好，这个游戏太好玩了，叫快乐的毛毛虫。哦，真的有多快乐？对，一只快乐的毛毛虫在地上游来游去。哦，然后最后破茧成蝶。我觉得毛毛虫肯定蛮快乐，但是玩这个游戏的人应该很痛苦，你知道吗？是吧？毛毛虫看到说：“这个这些人好傻，是要学我们，对不对？”对，好了，我挑一个人来跟你比，好不好？再挑一个啊？真的吗？露露。可以，露露你可以啊，露露你就不要为难露露了。露露，你为什么觉得你可以玩这个游戏呢？对啊，凭感觉吧，我就觉得我行。凭感觉觉得你行，好了吗？把自己想象成一只毛毛虫，好吧，大青虫啊，来准备，预备，
计时开始，快游啊，赶快挪动啊，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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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上去，往前一点，往前一点，头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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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对，好，好，好，来，哎呀，这个旗子在飘啊，时间在浪费啊，露露，哦，厉害 ，Yes，OK，、okay、好了，露露的成绩也出来了，我们来看一看，最终她的成绩是1分06秒，恭喜恭喜恭喜，掌声鼓励一下，好，接下来小鹿哥哥，来轮到你了，好啊，好，小鹿哥哥，请准备，预备，计时。开始，哎呦，哇，不错哦，这很快。快到了，快到了，现在你要跃起来，抓破这个气球，要往前，再往前一点。小鹿哥哥，你再往前一点，来，头低一点，头低一点，走，走，走。来，小鹿哥到中间，到中间。那宣布一下你的成绩了啊！你的成绩将会决定你拿不拿到1000，而且还会有一段爱的舞蹈哦。还有吗？我主要就是奔着爱的舞蹈去的。那1000不重要，对不对？好，对对对对对，宣布一下，小鹿哥哥最后用时是，哇，45秒。感觉很开心，对不对？好开心。还有让你更开心的，我觉得比较现实的东西。真的，喂喂喂喂喂喂！注重形象，这名节目主持人为了1000块钱何必呢？今天我们要感谢小鹿哥哥到我们这个阳韵大擂台来做客，同时也恭喜他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啊！有时间一定要常来，好好好，不要忘了我和 MUN 哦。好，谢谢谢谢谢谢 MUN， 谢谢阳韵，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鹿哥哥。今天节目到此告一段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